怪我，当初若不是我遐尼自私，这么着急要去外嫁，我才会害伊伫外口流浪。我唔知影伊即摆的生活过了好无，唔知影是毋是会去拄着歹人，也是伫生活上有受着什么款的委屈。妈，既然即摆我拢知影，佮有一个陈小妹伫咧外口，我会当私底下替你调查，甲伊找倒转来啊。至少你还佮有一点仔线索，毋是一点仔头绪拢无啊。但毋过这冤枉来，唔知影走去倒，是毋是改名换姓啊？也是跋去佮我大？妈，这个代志拢会当调查的，我会当加请一寡私家侦探。我就不相信那冤枉来会当人间蒸发，连一点仔痕迹拢无留。我的身份较敏感啊，较无方便找什么私家侦探，所以做代志拢是安尼白卡白手。南齐，你愿意跟我斗三工，把你的小妹找回来？我感觉足安慰。其实这么多年来，我想过这件代志，可能永远是一个秘密啊，永远会藏在我的心肝内，不可能讲。所以我每天看到你小妹的时阵，我就感觉我对伊足亏欠。不管我现在生活过了多好，我就是感觉我心内有欠一块，这是永远永远无法度完整的。假使若是有法度把你的小妹找倒回来，我一世人还有这个机会可以弥补伊。那是爱我用我的性命跟他交换，我也是甘愿的。妈，你别这样说啦，你当初会这样做也是方便的，这也不能怪你啊。那是我们把小妹找到回来，我跟你跟小妹做伙做亲人，这样你就有三个有孝你的孩子，我们过了比宋清华更好。你知影，小三永远就是小三，伊永远拢无法度参像咱安尼公平正大过生活。我即马无想要甲宋清华比啊，我干那想要甲我的查某囝找倒转来，这是对我来讲上重要的代志啊。安琪，我感觉就歹势。因为我以前犯下错误，即马需要你替我弥补啊！即马袂当怪你啊，若是要怪哦，就怪伊个宋金花啦。当年伊未婚夫出意外，伊未婚夫的前脚才走，伊后脚就爬去爸的眠床顶啊！我看哦，伊一定早就咧孝顺爸，若无伊哪有可能遐尼紧就甲爸生理性？伊就是看爸。安尼重男轻女，啊，平家阁需要一个接班人，直接去威胁着你的地位。若无你哪有需要遐尼着急去抱一个后生回来？当初我生第二胎的时阵，我想讲，若是生查某囝迄袂要紧，我会当生第三胎、第四胎。生到生查甫为止，严可想知影，迄个时阵，恁爸甲金花就有感情啊。恁爸逐天陪你金花身躯边，我哪有可能有机会，搁甲伊生囡仔？迄个时阵，我就想讲，我会当换囡仔。所以我就把李洪抱回来陪家。好佳哉，李洪真有恁爸的缘，
丁爸对你方妈这么疼惜，要那无，迄个时阵，我真正唔知影要安怎处理才好。但不过想想的，我实在足后悔，因为我家己的自私，煞去害着你哦。我感觉我对伊足失礼。真正是哦，天地颠倒变啊！天地颠倒变啊，翻啊翻啊！你即摆是安怎？啊，一边哭，即摆咪哭。在哭啥话啊？无啦，我感觉在开讲啦。爸，你拄则讲啥？啥嘛在哭啊？啊，是啊，你毋是甲我讲你要较早转来，啊，结果我转来啊，你拢还袂转来，啊，一转来就安尼气噗噗的。我也急啦。啊，我是讲哦，你行最近就辛苦。我最近哦，嘛真少去关心你。我总是爱让伊知影，我心内阁伊这后生。我就挂鸡汤去给伊。啊，去个办公室无看到伊，煞看到金花啊、甲尼克两个人啊，伫办公室伊扭扭捺捺啦。哦，阁目屎流目屎滴嘞。你讲啥？宋金花阁伊甲尼克高高甜哦？啊，伊是咧讲啥？会讲到目屎流目屎滴哈？拄只金花嘛讲，伊话袂久啊，我看我是想莫甲因讲，较免因望东望西啊。爸，啊因到底是咧讲啥？你莫讲出来。尼克是我的未婚夫，敢讲我袂当知影哟？哎啦哎啦，我哦莫着急啦吼，我嘛想要哦听好清楚，啊唔过哦，有较远啦，我嘛听无啥清楚，后来我就问金花啊，伊无讲无答应的，佮我骂，佮我呛，叫我莫管。哦，这个宋金花，咱毋知影撇嫌啦。尼克，你毋是已经知影我怎啊你的秘密啦？即马竟然佮公开佮宋金花勾勾搭，当作我替你无坏心，还是你拍算要无顾一切啊？你叫是讲我为着保护阮爸，就毋敢对付你哦？哼，我袂对付，啊，毋过我绝对嘛袂放过宋金花。唔讲话啊！啊，安琪啊！哎哎哎，还好啦，你减讲两句啦。嗯，是安怎我减讲两句啊？怣查某囝啦，家己生一个查某囝，家己饲啦，目睭金金哦，看自然拓海啊，和另外一个生过囡仔的查某人哦，抢走，结果咧，金龟波啦，捡到一个袂应应的啦，我即马若无甲伊骂好清楚吼。就把这金兵快吃亏！你若真正惊我吃亏哦，你当初就无应该甲宋清华撮入平家啦。伊伫咧咱岛这么久，吃咱平家的米，啉咱平家的水，伊上大的目的就是抢走咱平家的财产啦。伊即马阁想要抢我的未婚夫呢？宋清华就是平家上大的问题啊！你会说伊想要抢走我的未婚夫，当初就是你引狼入室的啦。伊破坏你的家庭无够，即马阁要破坏我，你敢知影？啊，我无想要甲你讲啊啦！我家己回去问尼克，妈，我先来走啊。哎，个安琪是安怎？啊，最近哪会怪怪？你家己做代志就安尼颠颠倒倒啊，阁怪安琪讲安尼怪怪。这间厝哦，就是因为有宋金花乱干呢，我强要气死啦。啊，伊以前就好好啊，啊，即马哪会变到安尼啊？啊？哦，好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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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我哦，今仔日哦，啊，气到无力去啊！你哦，替我泡一杯茶来。哎呦，哎呦，这些人相片啊，那生得这古锥，哈哈。哎呦，我的宝贝。哎呦，啊，这都唔是咱安琪啊，啊，这些人。我之前有甲你讲过啊，这是我伫日本。迄个客查某囝啊，啊，即马就无啥物联络啊，我就甲这张相片留下啦。无啥物联络啊？你留相片是啥物？就留做一个纪念啊。啊，既然无啥物联络啊，啊，有时阵摕这相片出来看看，心内嘛会感觉较温暖嘛。
你莫一直讲我啦。拢是你甲迄个宋金花斗阵了后吼，我就无机会阁生囡仔。你唔知我晚年希望会当替安琪生一个妹妹咧。好啦好啦，你别留着头啦吼。是讲你啊，我回来时阵看你伫哭，是发生什么代志诶？无啦，就烦恼李红诶伤啦。伊不要紧啦，伊是超工啊，留伫个病院啊，对杨小云奶奶啦，早就用去出院啊。哎，快！也阁有迄个宋金花啦，安琪甲尼克拢已经订婚啊，宋金花甲尼克阁安尼高高甜，你上好哦，甲你个细姨管好好啊，莫去害着安琪个婚姻，拢保袂住啦。我甲你讲啊，万一有一天，安琪为着要闪避金花，对尼克过去告我，伊无要转来陪我，这条事我会找你讨的哦。阮妹啊，今日是安怎哈？那一个一个对我讲话拢这么无客气，拢无把我当作是一家之主人吗？